释迦牟尼佛还有个弟子还在世间啊，他没有入灭啊，谁呢？大迦摄尊者，他要等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啊，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他啊，他做代表，所以他的身体留在世间，哎呦，那要留多少年呢？要留几十亿年呢？能吗？能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那都要以从这个量来看，这盆祖八百岁那太容易了，那成什么问题啊？那不成问题啊！啊，所以我们的寿命长短操纵在自己手上，不在别人呐。啊，那法界从小的上讲呢，小而无内。啊，佛讲呢，一微尘里面有世界，微尘里都有世界，微尘没有放大，世界没有缩小，它平等，一样的。啊，普贤菩萨能够进入微尘世界里面，去拜佛，去供养，去听经。普贤菩萨有这个能力啊？为什么普贤菩萨有这个能力？普贤菩萨回归自信了，所以他这个十大愿望，每一愿都跟自信圆满相应。他有能力入微尘世界里面去拜佛去参学。那我们也晓得微尘世界里头还有微尘，那个微尘里头还有世界，重重无尽，这是法性。啊，所以佛家常讲啊，其广没有边际，其深没有底，就这个道理。没有啊，没有底啊！啊，法心法而如是，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临明动车，瞻即长恒，这将它作用啊！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啊，这个数的来讲，三际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啊，这是讲一个讲的时间，一个讲的空间，横遍十方讲空间。啊，周边时空。啊，这讲自信。然后再跟你说，极乐世界非在心外。是自性变的，百界千如，见我本具。啊，这是讲整个宇宙。啊，千如，这是《法华经》上讲的是如是。天台大师把是如是展开来为千如。啊，十法界展开，每一个法界都居住十法界，就是百界。啊，这是讲整个宇宙里头无量无边的世界，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《华藏世界品》，世界成就品，它这是八个字就讲清楚，啊，都是自性本具的，啊，下面这个结论你就懂了，心净则佛土净。途径则我心净啊，那我们现在要想解决地球上的问题，怎么拯救地球，这两句话就够了。我们的心净，地球就清净了。地球清净的证明我们的心清净了。
因为它是一体，所以它的感应非常非常的灵敏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要破坏地球，你有没有破坏地球？有啊。我什么时候破坏地球？你天天想的贪嗔痴慢啊，你天天想的损人利己，你就是破坏地球啊。啊，你自私自利，搞名闻利养啊，贪图五欲六尘享受，这个都是错误的啊。啊，你的心想不心行不善呢，你就在破坏地球。再近一点讲呢，你破坏自身。啊，这个身体小宇宙啊，外面是大宇宙啊。不善的思想的时候，让你身体不健康啊。这真的一点都不假吧。啊，人身体是个机器。这个机器如果你能够爱惜它。啊，能使用多久呢？以前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告诉我，啊，他是个老中医，啊，医学很高明，啊，他告诉我，至少要使用200年。你没有活到200年呢，是你自己把身体糟蹋掉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就看到佛经上这个道理，心静则佛土静。如果我们是用清净心，这个身体肯定200岁。啊，很能超过的。啊，中国有个老人彭祖800岁。啊，我们一般人不敢相信。啊，是不是传说？如果照佛经上来讲是可能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还有个弟子还在世间。啊，他没有入灭。啊，谁呢？大迦摄尊者。他要等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实现成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他。啊，他做代表。所以他的身体留在世间。哦哟，那要留多少年呢？要留几十亿年呢。能吗？能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那都要从这个地方来看，这彭祖800岁，那太容易了，那成什么问题了？那不成问题啊！啊，所以我们的寿命长短操纵在自己手上，不在别人呐。啊，要懂得说心静重要，心清净不能有染污。啊，那就是说一定要放下妄想执着。啊，对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清净心现前了。不再分别了，你的平等心现前了。有分别不平等，有执着不清净，那我们的经题清净平等觉，啊，真正达到清净平等觉自然起来，这开悟了吗？啊，这就是大彻大悟啊，明心见性的，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呢，跟我们的身体有密切关系，跟我们的环境山河大地也有密切关系。啊，知道这个关系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就晓得我们可以救这个地球，我们可以化解这个灾难。啊，方法就是用清净平等觉。
自己要认真学习，还要讲给别人听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别人跟我们有共业。清净平等心的人多了，这灾难就不生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觉悟的人啊，觉悟之后他只有一个使命，就是教学。啊，帮助没有觉悟的人帮助他觉悟，就这么一桩事情。啊，除这一桩事情之外他没事啊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